小姐，房间已经订好了。饭菜呢？也准备好了。好，安排大家伙把骆驼喂了，多加点料。好的。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个臭小子，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今天非收拾你不可！哎，站住！臭小子，看你往哪跑！抓到了吧？没钱还敢吃馆子？老子今天非得打死你不可！住手！哟，这谁呀？这干什么？你们？我告诉你，这臭小子在这儿白吃白喝不给钱，今天非收拾他不可。你少管闲事儿。就是大白天的不能打一孩子呀！你孩子，他就是个无赖。对，就是个无赖。你别在这儿充当什么好人，他白吃的那钱，你给啊？就是。臭小子。哟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想谢我是吧？不用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走吧。你怎么还跟着呀？哑巴，说话呀。我想跟着你。跟着我干什么？我跟着你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滚蛋！我告诉你，别跟着啊，再跟我可要揍你了啊。就是说你呢，上来。你叫什么？没名字，就叫小石头。小石头也是名字。你去哪儿啊？定边城。定边？你去定边干什么去？说话呀！我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呀？秘密啊？也许以后我能告诉你。你也去定边吗？对呀。你去定边干啥？我这个呀，也是秘密。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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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给我到院子里去！快，快点，快走！你们都给我听着，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就是沙里虎。江湖中有规矩，此路是爷开。此树是爷栽，要打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大家都放聪明一点，有道是破财免灾。哪一个要是不识相，惹爷开了杀戒，我保证，明年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。破财消灾，破财消灾。
还有。你还要什么？把镯子摘下来，我识货的。怎么舍不得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财与命哪个重要？你知道的。这镯子小时候便戴上了，如今摘不掉了。摘不下来，还是不想给？能摘下来就给你了。你说过的，破财免灾。把手剁了，镯子不就下来了？怕不怕？怕又能咋？人的命，天注定。好，有骨气，有胆识。这镯子配上你这细皮嫩肉的小手，真是好看。要是把它剁了，未免有点可惜。既然摘不下来，你就跟我走吧。我沙里湖正缺少一个压寨夫人。来人，来了，带走。是，走，走，滚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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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一个人一把枪，就算杀了我，你跑得了？在这三省交界处，谁不知道沙里湖的威名？在下不想动此杀机，只求沙叶网开一面，放了这女子。有道是，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好汉贵姓？过路人，恕不便通报。如果有缘的话，将来还会再见面。请沙爷把收好的买路财带走。放了他！滚！多谢。后会有期。走。走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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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大侠好厉害，拳脚好，枪法也好。哎，我能看你的枪吗？哎，就看一眼。枪是凶器，不能看。小姐叫我有何事啊？还没有感谢先生的救命之恩呢，多谢先生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乃是我们做男人的本分，不值得谢。请教先生尊姓大名？在下杨孝峰。杨先生，救命之恩莫齿难忘。先生是去定边吗？正是。既然有缘与先生同路，就请屈尊代步，骑上骆驼与我们一同前往，等到了定边禀告家父之后，再重谢先生。哎，不必了，我们还是自己走吧，就不劳小姐费心了。先生仗义出手，使小女子免受耻辱，难道就不能接受小女子的一点谢意吗？啊，既然如此，
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多谢小姐。 王小姐看上你了，找你做女婿呢。臭小子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臭小子，站起胡说。杨大哥，站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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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共党，如果你们当中谁是共党，跟他一个下场，知道吗？那都别看了，散了散了吧，啊，别看了。客官从哪里来？云游四海，说从哪里来都可以。客官又到哪里去？四海为家，说去哪里都不为错。你是杨先生？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，小石头，延州票可能找着吧？赶紧把骆驼还给人家。嗯，去吧。他是，哎，放心吧，我在路上碰到的苦孩子，不会有事的。哦，来，先生，里边请。杨先生，老胡，终于把你给盼来了。杨大哥，喝点奶茶吧。哎，谢谢。坐。现在定边城一片黑暗，保安团杀害了我们地下党在定边的负责人，尸体还吊在城楼上。我是继任者，我们共产党是杀不完的，一定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。是，你这一来啊，我们就有主心骨了。老胡啊，三边特委要求我们一定要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，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，团结中间分子，分化瓦解敌人，为红军夺取定边奠定基础。爸，爸，啊！这次的事儿多亏了杨先生，要不是他，我可就见不到爸爸了。是呀，改天把你几个大恩人好好的谢谢啊。可是，我都还不知道。他住在什么地方？你看你，人家救了你，你也不问问人家的住址啊？是他不敢说。哎，爸爸啊，这个人我总觉得似曾相识。哦，你们认识？不认识，但我总觉得好像在哪见过他。小姐，保安团的柳团长听说你回来了，特来求见。柳团长来了，有请有请。妈，告诉他，本小姐今天累了，不见客，请他回吧。你看我干什么？听小姐的。你现在的身份是这个祥云商号的掌柜。掌柜？对，生意人行动自由，也便于接触社会各界。嗯，我明白。怎么样，记账、打算盘、谈生意还行吧？嗯，应该没问题。我就知道白书记派来的人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嘛。过奖了。哎，这是商号的往来账，你看一看。这个，咱们还是日后再说吧。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得马上去办。
人了，快走。共匪的尸体呢？共匪进城了，弟兄们，快给我追！对，快点，弟兄们，后退跟上！快点！快抓住共匪要赏了！老胡，你带他们先走，我掩护。快！不，我和你一起留下，赶快走！这是命令，快走啊！你。快走！小心！快！弟兄们，追！匪跟我玩的声东击西，回去，回去！快走啊！发现共匪了吗？报告团长，西门没人发现共匪。看见共匪了吗？报告团长，东门、北门都找遍了，没有发现共匪。把翅膀飞了，弟兄们，共匪还没有出城，散开了，给我搜。是。这什么地方？你别管了，快给我走吧。小石头，这怎么回事？王掌柜，这满街的枪声你不会没有听到吧？有个共党分子打死我们好几个弟兄，我们一路追到了这里，我要挨家挨户的搜查。弟兄们，给我搜！刘团长，我可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呀，和共产党是素无瓜葛，更谈不上什么窝藏共匪。我家小女已经休息了，今天晚上就不要惊动他了。严大哥，子弹没伤到骨头，养一养就好了，不碍事儿。谢谢王小姐，求明示。不用谢，你不是也救过我吗？王掌柜，你家的王大小姐架子很大呀，我三番五次的都请不动她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带着弟兄们登门造访，得罪了。哎，刘团长，哎，刘团长，哎，弟兄们，往前走走。柳团长要见我。王小姐，打扰了。不过，我今天可是来办公事儿。有个共党分子跑到这里来了，
抓不住他，大家都不安全。所以，我要进去搜一搜。闪开！我们家可没来什么外人，更别说什么共党分子了。倒是柳团长您这大半夜的，带着人舞枪弄棒，怕是不合适吧？有什么话，明天说不行吗？柳团长不怕伤了和气，我还怕呢。就是，大家最好不要伤了和气。不过王小姐，你知道，我有些话一直想对你讲，可你就是不给面子。也罢，你这闺房，今天我就不进了，明天中午我在轩月楼设宴。王小姐，赏个光吧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柳团长，请回吧。王掌柜，得罪了。哎，撤！你要干什么？我得走了。你要去哪儿？这外面可全是保安团的人。可我不能连累你呀。这里很安全，你们就放心吧。这怎么可以啊？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你一旦走了，你这命可就没了。王小姐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我不管你什么人，我就是要救你。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爸，你小声点。你怎么能这样？爸，你是不是想把保安团的人喊来？他要是出了事儿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雨晴啊，我们家可是一个……咱有什么话出去说不行吗？都给我盯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连只苍蝇也休想从延州票号里飞出去。是。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你让他赶紧离开。人家身上还有伤，难道你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好我的姑奶奶，她是个共匪呀！现在外面这么乱的，我们是个生意人，得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的做生意呀。你把她藏在家里，你就犯了通共通匪的大罪，会惹来杀身之祸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！看起的山西呀，地中来哟，开口就说嘛山西呀，山北的汉子呀好生生，山北的女子提起我们山西的话题。王小姐。柳团长已经等候多时了，您里边请。月琴啊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怎么不说话呀？我不明白。你不明白，那我就打开窗户说亮话。昨天晚上那个共匪就藏在你家里吧？柳团长，你可不要诬赖好人。延州票号是正经做生意的地方，周县长是我爸的至交。难道你想让我找周县长？哼！别说你去找周县长，你就是上南京找蒋院长，我也不怕。昨天晚上，我追赶那个受伤的共匪，那血迹流到你家门前就没了，人哪儿去了？插翅膀飞了？现在你延州票号周围都是我保安团的人，你敢让我进去搜吗？我真在你屋里搜出了共匪，
月琴呐，你担当得了吗？民国紧急戡乱法你知道吧？勾结窝藏共匪，以共匪论处，人要杀头，家产要充公，家人还要连坐。到那时候，王月琴，不但你活不了，那王掌柜恐怕也活不成喽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怎么样都可以。那个把共匪，我谅他也搅不起多大浪花来。我可以杀了他，也可以放了他。窝藏共匪嘛，也不是个多大的事儿。我可以公事公办，也可以网开一面。我怎么办？那就要看你的态度喽。月琴呐，我一直很喜欢你，可你怎么就对我不冷不热的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不喜欢你。我没指望你喜欢我，只要你答应做我老婆就行了。说白了，这是个交易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你麻烦可就大了。我就带人封了你的延州票号，明年就是你和你爸的周年。怎么样？这是终身大事，我不能现在就回答你。三天之内，答应不答应，给我个回话。小石头，你现在去永兴饭馆去找老胡，然后把咱们这儿的情况你告诉他，他自己会处理的。嗯。哎，站住站住！你是谁家的？管得着吗你？小兔崽子，给我好好回话，不然老子一枪打死！我又没犯法，你凭什么打死我？我怎么看你像共党？啥叫共党？去去去去去！给个毛孩子啰嗦啥呢？小兔崽子，干嘛的？送货的。送啥货？送药材。我咋没看见你进去过？我昨天晚上就到了，在里边睡了一宿。敢把城门楼子上的共匪尸体抢走的人，一定也是共匪。这说明共产党又给咱定边城派人来了。那个受伤的共匪被我死死地围在延州票号里，我保证他插翅难飞。你要仔细盯着，一旦发现有共匪出入，就顺藤摸瓜，搞清楚他们有多少人，相互怎么联系。您放心吧。哎，周县长，等抓住了共匪，功劳算您的，那王月琴可得留给我，我还等着讨她做老婆呢。抓到了共匪，你就是英雄，美女自然配英雄嘛。另外，延州票号私通共匪，按律法，财产要充公。那当然，等抓住了共匪，那王掌柜的银子都是您的。怎么是我的？充公？对对对，充公充公，一定充公。对不住，
让我连累了你。我是心甘情愿的，你不用道歉。可我不能让你嫁给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呀。刘冰现在已经知道我在这儿，我得立马走了。你现在就是走了，他会放过我跟我爸吗？我不会嫁给他的。人活在世上，要嫁就嫁给自己喜欢的人。你倒是说话呀！我是共产党，你也知道了。共产党就是要为穷苦百姓谋福利，是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干革命的。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，你不要为我这样的人误了青春。我不管，我只知道你是个好男人，侠骨柔肠，我就喜欢你这样呢。我愿意，哪怕只跟你过上一天日子，这辈子也值了。马上去查清楚，祥云商号的杨掌柜，什么时间到了定边？摸清他的底细，还有，他在定边上都藏到什么地方去？跟谁联系？是。杨大哥，怎么这么长时间？你们两个在这谈情说爱的，我敢进来吗？别瞎说，见到老胡没？见到了。怎么说？哎呀，这小姐不准同行！哎呀，老总，身体好，不然吧，胡老师那就赶不上拜天地了。来，让看看新娘子长啥样子嘛。新娘子还没接回来，还有三十多里路，我们急着赶路。老总，心情好，好啊！哎，别抢，别抢！好好好！哎呀，老总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好吧，好吧，散吧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好好好好好。起轿，穿起来。验车票号没人出来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连个苍蝇都飞不过去。盯紧了啊！是。刘团长，啊，你看，刘团长，你找我？王小姐，我是来静候佳音的。这柳团长说的话，我怎么听不懂？咱俩之间的约定，难道你忘了？我不记得曾经跟你约过什么。王月琴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敬酒怎样，罚酒又怎样？王掌柜，事到如今，休怪我翻脸无情。你闺女在家里私藏共匪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哎呀，刘团长，真是笑话。我们延州票号一向规规矩矩做生意，怎么可能窝藏共匪？刘团长如果不信，你可以去搜呀。弟兄们，严复，把延州票号给我搜个底朝天。是。哎，你慢着，刘团长，搜可以。但要有个说法，刘团长要是在我家搜到了共匪，要杀要剐，弹平发落。
要是搜不着，就请柳团长自重。以后就不要来延州票号骚扰。就依你，弟兄们，给我搜！是。团长，你在我家搜到共匪了吗？王月琴，咱们骑驴看账本，走着瞧。一定是混在那迎亲的队伍里跑掉的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那延州票号门前谁也不能经过吗？可他妈什么可是？我问你，谁家娶亲？那新娘子是谁家的？我不知道。你脑袋被驴踢了啊？屁大个县城，连谁家娶媳妇儿你都不知道，就让人家通过了啊？这算盘怎么打呀？学这干什么？跟着你家商号，不会打算盘怎么行？谁不会打算盘啊？不会打算盘，开什么商号啊？哟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们定边保安团柳斌团长。哦，原来是柳团长。您是？在下祥云商号掌柜杨孝峰。柳团长，请坐。石头，看茶。哎呀，听说这祥云商号新来个掌柜的，就是你啊！正是在下，杨掌柜，家子可不小啊。这到定边城来做生意，都不到我这儿来一趟，看起来我保安团的庙是小了点儿啊。柳团长误会了，在下本打算等小店的生意安顿好之后，亲自去登门拜访。没想到今日柳团长却亲自，在下真是失礼啊。杨掌柜，周县长明天给儿子摆满月酒，怎么样？来一趟吧。柳团长，真是不凑巧，小店明日要进一批货。周县长的面子你都不给呀？这样吧，柳团长，明日在下一定争取前去祝贺。明天见。慢走。杨掌柜，今年贵庚啊？基本而立之年。府上是？张家盼人士。看你怎么这么眼熟啊。刘团长会不会看错了呀？本人从未来过定边。告辞了，慢走。哟，马掌柜来了！哎呀，谢谢谢谢。马掌柜到。李王氏，锦缎一匹。都求天爷好。祥云商号杨孝峰，请笑纳。祥云商号杨掌柜送银元二百，金条一根。多谢杨掌柜，安排杨掌柜上座。周县长，恭喜恭喜，同喜同喜，请坐。那圈子，大家安静一下，下面我们请周县长给我们讲话。来，大家欢迎。承蒙诸位光临，周某不胜荣幸。为此，我先敬大家一杯。来，来，好好好好好好好。
诸位，借此机会，有件重要的事情，我要先向大家通报一下。年前，共党匪首毛泽东越过了我南部山区张耀先，与本地共匪刘志丹部会合，我定边城已经不再安定。就在不久前。 我们一举抓获并处决了渗透到城里的共党分子，可没几天，他们又派人进入了定边城，意图谋反作乱，攻打定边。诸位莫慌，让定边的父老和在座的各位能够安居乐业，是本县长的职责。马鸿逵马长官。 已经答应了周某的请求，很快就会派一个营的队伍驻扎在定边，协助我们守城。共产党来了，也只能是以卵击石啊！周县长喜得贵子，令夫人又如此贤良淑德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杨先生过奖了，多谢多谢，让杨老板破费了。 杨老板日后在定边的生意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周某一定效力。有劳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周县长，马长官的部队什么时候能到？啊，很快，就这几天。我告诉你吧，一个营的粮草和弹药已经运到了。 就在县府的仓库里，这就叫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嘛！啊，你设法与白书记取得联系，向他汇报。好，我马上去。一定要快，敌人突然增兵，如果红军贸然进攻的话，就会遭到敌人顽强反抗，这样呢？ 就会重蹈安边工程失利的覆辙。另外，那边军火和粮草要尽快搞掉。你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夏石涛，王小姐，杨大哥在吗？你找杨大哥干嘛？我想见见他，麻烦你通报一声。王小姐来了。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怎么，没事就不能来了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王小姐，这儿说话不方便，不能请。王小姐，以后你不要直接来祥云商号找我了。祥云商号既然做生意，谁都能来。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上次因为你救我，而得罪了保安团的柳斌，我看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怕你跟我来往多了，会给你带来麻烦。等我跟你做同样的事情，我们还经常要见面的，那岂不是更麻烦？什么同样的事情啊？杨大哥，我也想当共产党。 王小姐，你生在富贵人家，从小衣食无忧，而共产党呢，革富人的命，替穷人说话撑腰，你做得到吗？我能做到。我也想成为你的同志。好，不过呢，我暂时还不能答应你，我得把你的请求转达给我的上级。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，你一定得想好，一旦加入共产党，就要永远忠实于党。我明白。小芳，你就不能叫我月琴吗？难道一定要叫我王小姐？月琴。
行。杨先生，走。柳团长。王小姐。杨先生。你们俩怎么跑一起来了？啊？杨先生。行啊。到了定边没几天。该认识的都认识了啊。刘团长，我跟王小姐只不过是生意上的往来而已。生意？你们两个做的是哪门子生意呀？柳团长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别阴阳怪气儿的。王月琴，有些话我是要说的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杨先生，周县长有请。周县长请我？犬子满月。杨老板锦上添花送来厚礼，周某感激不尽。来，请杨老板满饮此杯。承蒙县长大人错爱，本应杨某感激才是。至于礼物嘛，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！来，干。过往杨老板在哪里发财啊？以前在县城怎么没见过？回县长大人，在下呢是张家盼人士，之前一直在蒙古地界做一些皮货生意，生意呢也不太景气。后来据外乡人说，定边乃三边之宝地，所以就前来贵地开了一间祥云商号。哦，我就说嘛。怎么看着杨老板眼生啊？啊！可我怎么觉着杨掌柜眼熟啊？还记得我柳斌吧？那定边城谁不认识大名鼎鼎的柳斌柳团长啊？你自然应该认识柳团长。可你也不要忘记我这个老同学呀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当年我们在一个先生的门下读私塾，还记得吧？那个时候，你叫杨炳文。柳团长，我想你是认错人了吧？我可没有与柳团长同窗的这个福分呢。如果有的话，那我杨某在定边做起生意来，还怕什么呀？啊，也许认错了。时间久了，看走了眼。说句闲话，那个杨炳文后来追随了共产党，再后来就不知哪儿去了。那就更不是了。杨某一向是生意人，与共产党素无瓜葛。你这才到定边几天啊，怎么会和王小姐这么熟呢？杨掌柜，你还在王小姐的府上住过吧？柳团长，话可不能乱讲。王小姐现在尚未婚配，待字闺中。柳团长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是否有辱王小姐的名声呢？姓杨的，少跟我来这套！都已经查清楚了，你刚刚到定边。就发生了共产党劫走共匪尸首的事情，还和我们发生了枪战。我们击伤了其中一个，顺着血迹追到了延州票号。那个躲在王小姐闺房里的人，就是你。柳团长呀，柳团长，我真是搞不明白，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今天当着县长大人的面，你为何要陷害我？陷害你？你敢把衣服脱了吗？叫我验一验，你身上有没有枪伤？柳团长，没这个必要了吧？今天是周县长请我来吃饭的，我不是来赴鸿门宴的。你少跟我来这一套！来人呐！有。共党分子，给我拿下！是。等等，老爷，
这大白天的就对客人动刀动枪的，成何体统？您倒是说句话呀！就是啊，刘斌，你太过分了。杨先生是我请来的客人吗？啊？哎呀，赵县长，他真的是个共产党！怎么回事？不好了，军火被共匪炸了，粮食还被共匪烧了。什么？愣着干什么？你还不去看看？姓杨的，后悔已迟。我要回娘家。哎呀，回你娘家柳河涧要过黑风口，这路上不安全呐。共产党连县城都敢炸，你不为我想，你也不为你儿子想想。哎呀！好，回。明天我让保安团护着你们回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柳斌，你开始怀疑我了。祥云伤号我这待不下去了，去哪儿还不知道呢。先找个地方避避再说吧。你跟我走吧。跟你去哪儿？你把你的秘密都告诉我了。我也要告诉你我的秘密。你还有秘密啊？其实我不是什么要饭的，我是沙里胡的兄弟。沙里胡是你哥？不是我亲哥，是我大哥，你懂吗？我说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呢？接着说。我到定边来，就是要打探周县长的情况。十几年前，他害死了我大哥的父母。大哥被逼无奈，落草当了土匪。他发誓要杀了周县长，为父母报仇。我原本是大哥的眼线，没想到却遇见了你。那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呢？去找我大哥，劫了县长的二姨太，把姓周的从定边引出城。好。小石头，你能不能说服你大哥加入我们革命队伍啊？只要你能帮我大哥杀了周县长，你让他干什么，他都会依你。杨老板，请用茶，小姐马上就来。好，多谢。你怎么来了？月琴，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你要走？定边城我是待不下去了，今天要不是县政府军火爆炸呀，我可能都回不来了。柳斌他对你一直没安好心，他对你也一样。月琴，这段日子在延州飘熬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？就算没有你，刘斌他也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你不必自责。那我走了。我想和你一起走。我居无定所，又被官府怀疑，如果你跟着我，不仅要受苦，而且还有危险。月琴，你相信我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等等，这个你带着。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，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。你带着，我就在你身边。月琴，我会好好保管的，你保重。我上哪儿找你？永兴饭馆找老胡，他会给你捎话的。过来，这儿，过来，过去。跟我走，快走啊！你
是钻过去就能出城了。走吧。还远吗？不远了，就在前面。驾！驾！站住！是小石头啊，下来。不在定边城待着，跑回来干什么来了？我要见大哥。见大哥带个生人干什么？他是我杨大哥。好汉。在下杨孝峰，久闻沙里湖威名，特来拜访。杨大哥，你小子蹦起来没有马蛋糕，没几天就换主子了。你管不着。带走。好。哎，这，哎，走。刘哥，麻烦把他放了。我放开他，刘二龙，放开他。说，到底是什么人？小石头，这是不是沙里湖地盘？杨大哥，你放心，谁要是敢动你，我就跟他拼了！今天你要不说清楚，我一枪把你崩了。独耳龙，你要是敢动我大哥一手指头，我就把你另一只眼睛打瞎，放还是不放？大哥的！大哥，独耳龙欺负我。小石头。怎么回事？我给你带来个客人，他有事找你。傻爷，久违了。我们的人把县府的军火给炸了。周县长的二姨太觉得在县城里不安全，所以她才要回娘家。好，终于等到机会了，兄弟。你可帮了我大忙，有什么需要我效力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沙爷痛快，我知道你也是穷苦人出身，被官府逼迫无奈才闯了江湖，这落草为寇可不是长久之计啊。我们共产党是为全天下劳苦大众谋福利的，是一支穷人的队伍，如果沙爷愿意加入，我们欢迎。你是来拉我入伙？共产党我也听说过，纪律非常严明，这也做不得，那也做不得，我就受不了这种约束。我看我还是自己拉着杆子，独来独往，这痛快。大哥，共产党都是好人，你就加入了吧。闭嘴！坐。我听小石头说，你被保安团给盯上了，定边城你是待不下去了。兄弟，上次咱们俩交过手，我知道你是一条汉子，不如啊，你也别做什么共产党了，跟着我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那多痛快。杨大哥，杨大哥，要不然你就跟我们干吧。嗯，沙爷，你还是再想想我说的吧，啊！喝酒，来。大哥，你看。周县长没来，只要有二姨太跟他的小儿子，我就不信姓周的不现身。抢的就是你，说，怀里抱的孩子是谁的？
这是周县长的儿子，你们敢动他一指头，小心周县长扒了你的皮。我就等着周县长来扒我的皮。坐下。什么？说你呢？站起来！啊，大爷饶命！大爷饶命！站起来！我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母。放你娘的狗屁！大爷饶命！过来！好。民团的都给我站起来！对对，站着！好，快点！是。你们都走吧，没你们什么事儿了。听着，回去告诉周县长，他的二姨太跟他的公子在我手里。如果他想要回去，就到黑风口来找我沙里虎。一路辛苦了，马营长。欢迎马营长来到避县，一路辛苦了。啊，你就是保安团柳斌？哎，正是在下。来呀，把这个暗通共匪的家伙给我抓起来。是。哎，马营长，怎么回事？老子的军火呢？粮草呢？放在县府大院，让共产党给炸了。你们保安团是吃干饭的？你这不叫暗通共匪是什么？给我带走。对，马营长，你马营长，误会了，一定是误会了。柳团长对党国是忠心耿耿，绝不会通匪，我可以替他担保。你替他担保？你是癞蛤蟆打喷嚏，口气倒不小。我还没追究你的责任呢，你要是再替他求情，我连你一块抓。走，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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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县长大人，县长大人，不好了，二姨太被沙流给劫走了。啊，我儿子呢？也一起被劫走了。不是有保安团跟着吗？保安团这帮饭桶根本不是沙里糊的对手，全都被干掉了，只留下了一个活口。人呢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快点，快点！大人饶命！哎呀，我不杀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的如夫人和刚满月的儿子被土匪沙里虎给劫走了，我恳请马营长能派兵剿匪，把我的儿子救回来啊！你放心，尊夫人和贵公子一时半会出不了事儿。沙里虎是什么样的人？他这个时候居然留着活口回来传话，他是想和你谈条件，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等，等他提出要求，我们再想办法和沙里虎周旋，找出他的下落，然后再一网打尽。好，太好了，那我先谢谢马营长，犒劳犒劳弟兄们吧。啊，马营长，还有一件事儿啊，说啊，就是保安团的柳斌，他的确不会私通共党，还望马营长能高抬贵手，放他一马。干什么？家里有人生病，进城的药不抓得要。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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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老总。掌柜，老石头，杨先生怎么样？他和沙里胡在一起很好。周县长那个二姨太被抓住了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杨大哥让我来探探城里动静。哦，马文奎的部队已经进城了，领头的营长抓了他们保安团团长。他活该。炮来了。等等啊！
老总有何吩咐啊？我的那个炸肝肠子。哎呀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我跟你说，你再来晚了，我们就不要了啊。不会的，不会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啊，老总。哎，还认识我吧？都是熟客嘛，经常来照顾我的生意，认识认识。胡说，你就是贡妃。哎，老总，我哪能是贡妃呢？上次在延州票号，带着迎亲的队伍糊弄我，不就是你？弟兄们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你们凭什么说我爸？爷俩都是贡妃，一块带走！带走！带走！老实点！谁是你的同伙？说！不说，不说你可要吃苦头的！我不是共产党，我就是一个开饭馆的。你知道这什么地方？这个是保安团。阎王到这都得弯个腰，你敢捉弄我们？别和他啰嗦了。不说，抽你30鞭子，看着说不说。有请。周先生，这共产党都是属鸭子的，肉煮熟了嘴都不烂。抽了几十鞭子，能用的刑都用了，就是不招，一个字儿都不吐。我就不信他是钢铸铁打的。县长大人，祥云商号杨老板求见。谁？杨霄峰，杨老板。什么？这个杨霄峰是共产党啊？好大的胆子！他送上门来了。让他进来。周县长，杨老板，请坐。不知杨老板有何贵干呢？杨某近日来是想与周县长做笔生意。哦，那周某洗耳恭听。永兴饭馆的掌柜胡明创与在下是朋友。柳团长的部下诬陷他说是共产党，把他关在了保安团里。我想请周县长说句话，把人给放了。放了？杨老板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生意人啊，您很清楚的。什么生意人？你是个共产党。周县长，我是不是共产党不重要，我今天来与你谈的这笔生意，是关系到贵公子与夫人的性命。你接着说。事有凑巧，在下与沙里湖还有些交情。如果周县长同意放人的话，沙里湖保证将贵公子和夫人一并送还。周县长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那个胡明创是个共产党，绝对不能放。共产党有证据吗？你的人把他拉在保安团用了大刑，有结果吗？不就是一个开饭馆的吗？凭什么说他是共产党？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那个胡明创勾结延州票号，放走了藏在票号里的共产党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你还敢上门来招摇撞骗啊？周县长，把他抓起来。周县长，今天我是不是共产党不重要，还是贵公子与夫人的生命要紧啊！如若今天你们把我抓，那沙里湖明日就会要了贵公子和夫人的性命。周县长，你先给我出去。什么？出去！杨老板，我凭什么相信你呢？杨某，我用性命担保。担保法儿，如果周县长同意用胡明创妇女跟沙里湖交换贵公子与夫人的话，我留在保安团作为人质，等什么时候贵公子与夫人平安的回来之后，我再走，怎么样？周县长，那姓杨的真的是共产党，你可别中了他的诡计呀！知道他是共产党，
但这买卖必须得做。老弟呀、啊，我到这个年纪了，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宝贝儿子能续上香火了，现在却让土匪给劫走了。你说，这个时候我不相信他，还能相信谁呀、啊？这里边一定有诈，你就不怕他骗你？骗我？骗我的人还没出生呢，跟我玩阴呢，他还嫩了点儿。走。爸，别哭天喊地的。胡明川，你看看谁来了？杨掌柜的仗义，救你们妇女出去，跟我们走吧。老胡，外边都安排好了，你带春花先走。我不明白，这怎么回事？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杨掌柜的替你们做人质，快走吧。走吧，老胡。杨掌柜，请。小石头，你跟着老胡他们一起走。我要和你在一起。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见面的。啊！你倒是走啊！只要你带着周县长把沙里胡找着，我就能出去。啊！快走！快走！走吧，杨先生，请吧。这时候回来是干什么呀？这不是找死吗？国民党疯了一样满大街的抓人，人家躲都来不及，他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？他是为了救胡家妇女，自己当了人质。人质？他当了人质，胡家妇女就有救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呀，冲我嚷嚷什么？我心里还憋了一肚子气呢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命令兄弟们远远跟着，千万别惊动沙里胡。营长，长官让恁死守靖边，队伍拉出去，万一红军攻城怎么办？西安吃萝卜淡操心，红军又不是飞毛腿，哪能说来就来啊？马长官让我们守城是不假，可我们不仅要剿共，还要剿匪，共匪一家个个都得打。废话少说，开吧。是。弟兄们，出发！是。老总，老总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跑到保安团监狱来了？我是延州票号王掌柜的女儿，想见一见杨孝峰杨老板。啊，原来是王大小姐啊！杨孝峰可是要犯，任何人都不能见。他可不是犯人，他是人质。再说了，这见一面又不能怎样。老总，求你了。不是，我们柳团长吩咐过，任何人不能见。你就别难为我了，好不好啊？也嘿，这点钱不成敬意。哎，老总你就收下吧。这个你等着我。来。你可得快点啊！我就看一眼，马上就走。千万不能难为我。月琴，你怎么来了？小石头说，他们把你给关了，我能不来吗？月琴，这儿不宜久留，你赶紧走吧。真狠心，你就不能让我跟你多待一会儿吗？他们打你了吗？没有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自投罗网。我得救胡家妇女吗？你救他们了，谁来救你呢？
我不明白，我只想你平平安安的。小家伙，还有多远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着什么急呀？小兔崽子，快点！你能弃暗投明，参加革命队伍，我代表三边特委欢迎你。共产党真的既往不咎吗？你能真心投奔革命，改掉以往的坏习气，共产党保证一视同仁，不翻旧账。我知道，大家都是穷苦出身，被反动政府逼迫的落草为寇，这些情况我们都很清楚，请大家放心。多谢，多谢了。为了穷苦的百姓，我沙利虎一定痛改前非，做个堂堂正正的好汉。别闹，过来，坐，快点，快点。这沙里湖在哪儿呢？马上就来了，你等着，我去看看。哎，这地方邪性，透着一种杀气。有埋伏，快撤！县长大人，你杀了我父母，冷静了我十年，今天咱们俩终于见面了。我儿子呢？你儿子活着，你的小老婆也活着，他们都会好好的活下去。至于你，咱们俩的恩怨该有个了结了。报告，什么情况？伏击战斗结束，敌人大部分已被歼灭，小部狼狈逃窜。好，迅速清理战场，乘胜追击，解放地面城。是。炸！炸！看守，看守！嚷什么？嚷什么？来一下！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看守，这肚子饿的。怎么也不给弄点吃的呀？啊，他关在保安团里还这么有钱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什么囚犯，我是你们周县长请来的客人。那你咋不在县府待着？肚子饿，找我们周县长去啊？
他请你到仙月楼吃山珍海味，啊，找我干什么呀？哎，回来回来。哎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钱钱钱来。哎，哎呀，哎，别动，哎，再动我一枪崩了你！哎呀，钥匙拿出来。你去保安团监狱把那姓杨的给我干掉。团长，少废话，快去。是。干。哎，刘团长，您怎么回来了？马营长呢？马营长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寿年。上干，下下。您呢？你杀了我爸！说在哪儿？这个镖。站住！干什么去？爸，你这是？红军要进城了，我要去迎接红军。你要去迎接红军？那国民党明天来了怎么办？爸。你也不出去看看，马鸿逵的骑兵营已经被红军消灭了，保安团更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定边城马上就要解放了。我不管红军还是白军，我只做我的生意。吴云，在，把门关上，停业三天，静观其变。是，老爷。站住！从今天开始。你不能离开延州票一步，爸。柳团长，您过来了。王小姐在吗？我们掌柜的说了，今日停业不会客。闪开！柳团长，您还是改日再来拜访。这是去哪儿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王掌柜，把延州票号的钱统统给我交出来。刘团长，遗憾啊，你来晚了。这兵荒马乱的，我怕家里出事儿，我把财产早都转移到沙王那儿了。不信，你可以问问乌云呀。乌云，别喊了。他已经做了我枪下鬼了。你，吴云，啊，放开我！别动！你动打死你！那东西，你敢耍我？要钱还是要人？刘团长，我家现在啥都没了，就这个祖母绿，它价值连城，可以保你一生衣食无忧啊！别动！但是你把我的女儿放了。哎！爸！爸！爸！别喊了，死不了。砸！再动打死你！放开我！砸！王掌柜，王掌柜怎么了？王掌柜，刘斌，刘斌，救月琴。跟着我干什么？救他！回去，这没你事。不，我就要跟着你，因为我是你兄弟。刘斌，你要干嘛？干嘛？走。我不会跟你走的。
恐怕由不得你。月琴，共产党、国民党我都不喜欢，可我是真心的喜欢你。这些年我弄了不少钱，跟我远走高飞，我保你过上好日子。我不喜欢你。我知道你还是忘不掉那个姓杨的，那共产党有什么好啊？你这么贴心贴肺的护着他。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喜欢他，他是个好男人，能豁出命来救我。我也可以为你去死。你连我爸都敢下毒手，你还想让我相信你？你说你爱我，你去死呀，证明给我看呀，证明给我看你是怎么样爱我的。我这就做给你看，看我是怎么爱你的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小芳，回来！给我打死你！姓杨的，你到底还是追来了？啊，真够痴情的！你是不是想一枪打死我，好和他远走高飞？啊，刘兵，你血债累累，今天偿还的时候到了。哼，可以，但他得陪我去死。你愿意他陪我去死吗？嗯，我就是死，我也得拉个垫背的。姓杨的，王小姐刚才说了，她喜欢你。你愿意为他去死吗？啊！你真无耻！别动！姓杨的，把枪放下。不放下，我一枪打死他！小峰，你不要相信他。放下！还有你。姓杨的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跟王小姐告个别吧。明年的今天，我柳斌给你送纸钱。小峰，你马上就变成独眼龙了。姓杨的，有个事儿我不明白，你到底是不是杨炳文？我就是你的四叔同窗，杨炳文。你杀了我吧！好，我成全你。